洁白的哈达飘落在草我们现在在三点的位置，眼睛看七点，先走左脚吧。我们先走左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看出去，对，看，一、二，我们走了两个慢的，先走左脚啊，我离得近一点，一手放松就可以了，架在那个两边，胳膊肘稍微架起来一点，不要卸下来。左脚、右脚，感觉登上了一个小山坡，快速的去看一看，哎，山坡的远方是什么？哎，看到这个位置了，明白了吧？然后在这个位置上以后，我的眼睛要经过七点、八点，慢慢的身体拧伸至哪里了？二点的上方，对，眼睛不要停，明白吗？一二三四，到位，再来一次啊！六七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看出去啊！有些学员肯定会问了，老师，我们走完两步慢的以后，我们第三步要走几步？第三步就是根据你的心情去来的，什么意思？三的时候你可以走三步，也可以走两步，也可以走一步。就是你心情特别好，像你身体站的位置，哎，觉得这样看比较别扭，好像没有看全那边是什么景色呀。从左边转身原场步，五六到位，看一二三四以后是我们在几位脚的基础上做，基本是在三位脚，对不对？右脚脚尖点地，对吧？右脚脚尖点地啊，蓝色的。五六的时候我们走原场抬步，吐气，五六看出去。好，在我转身去回头，我再回头去看的时候，你的眼睛一定不能断，什么意思？比如说我看着你，我再回头，我看开始看的时候没有看清楚，再回头的时候，我一定是眼睛先到位的，千万不要，你看看过去以后，你看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弱的去看，一定是主观能动性的去看啊，走，五六看出去，好，七八的时候我在讲了，现在是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然后是一个斜角，体对二点的位置，五六七八的时候，双手然后左上右上都可以，然后扶牢右边的膝盖，慢慢的蹲下来，七八看出去。对了，身体可以往前倾一点点。如果说膝盖不好的，那我建议你半蹲就可以了，或者摆一个造型就可以，明白吧？膝盖如果还可以的，就可以蹲下来，往下了啊，身体往前，啊啊，看出去。三四的时候回头，看到我八点的远方，三四看出去，明白吗？那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上坡看出去了。哎，这边有一望无际的美景啊，远处的草原。从左边转身。哎，慢慢蹲下来，静静的欣赏。刚坐下来，哎，发现不对，那里有条河。哦，这条河流到了那么远，对吧？哎，婉转延长的，延绵不断的流在了远方，可以理解吗？二三四以后，啊，现在是有一个情绪的抒发，什么意思？在这个基础上还是一样的，我们因人而异。你所有的动作编排，包括你对节奏的把握，包括你的教学，一定是根据人去来编排的，去变化而变化的。如果说大家转法好的，哎呀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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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圈转不好的，或者觉得一转就头晕的，看着这条河美美的一圈就够了，照样也可以很美，也可以很好的去表达。就是我们民间舞啊，也叫民俗民间舞，它是根据你的情绪，根据你听到音乐的感受，它是直观的。所以说不要在乎动作的几圈或者高难度的动作，不要，就是你情绪到了以后，哎呀，我很惬意，我很享受就够了。你要传达到你的哪里了？眼睛和你的脸上，明白了啊？两个八拍才开始前奏，我马上才开始讲主题动作了，所以我前奏讲得快一点啊。六七走上坡，一二身体前倾，三四走，五原长，六慢慢的静静的蹲下来，
八，哎，突然刚坐下来就要起了啊！哎，前面是什么？哦，有一条河，延绵不断的那么远啊！身体往前，哎呀，这条河呀，真的是美丽，享受在其中。我之前就给我们线下课的学员讲过，就是大家如果去过内蒙古或者在草原上生活过的时候，应该会有所感同身受。就是我们假期会在旅游点去打工，或者在草原上去演出，会生活两三个月。就是你草原上的话，七八，落到了几位角？左脚在前，四位脚蹲。就是我从左边转身，根据你转分的好，转分的好坏去决定你的圈数，可以一圈，可以三圈，但是一定要卡到我的七。不管你转的再快，一定是七到位，八沉下来，四位脚蹲。好。下一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，我要求一二三四慢上到四位脚直。刚刚我们说过的，我们在四位脚要求是什么？膝盖髌骨要对齐了啊，膝盖髌骨要对齐了。好，手从我的裤缝之间，一定是掌根贴牢，指根贴牢，慢慢的延展出去，一定要有这个过程，千万不要这样。你看，从空中去抓，一定是胳膊肘夹紧了，贴牢裤缝之间，慢慢往长往远去延展，形成一个圆弧状态。那节奏，一、二。三四提到五位手的高度，经过四位手提至五位手的高度，慢慢的我们有一个行礼的礼节。六七八，从侧面看啊，提手上来以后，右手同时两个手直接同时变掌心朝自己，然后左手贴牢我右手的肘尖儿，右手呢呈九十度，小臂和大臂呈九十度，腋下和呢腋下也呈九十度，和我的肋骨呈九十度。那左手是手指尖贴牢我的胳膊肘，右手胳膊肘尖儿，那同样都是九十度，这个千万不要往下驮啊，不要往下驮。可以转八圈，你转十圈多转一点。好，慢慢的往下，身体往下，对，形成我们基础的一个礼节。好，再来一次啊！我手和脚配合一次，左脚在前，沉走，一后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慢下，五、六、七、对了，发现没？我其实还有一点点小的小缝没有说，是什么？我们在提手的时候，我加了一点点什么？穗尖。就是我们在提手的时候，我加了一点点小的感觉。你的情绪到了以后，加了一点小的穗抖肩。如果说你不会做的，可以先做两个硬肩，右左慢慢去找感觉，然后慢慢的把它放小，放小，放小，变成小的穗肩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右手长，左手回，五，深情的给出来，六、七、八。然后我们在蹲的时候要求是什么？我的尾椎骶骨和我的后脑勺一定是两头往长延展，往远去延伸的。对，后背放平，六、七。八可以吗？然后往下了啊，二三四的时候，慢慢的站直，二三四，站直膝盖以后，第二次的头要比第一次还要再大一点，头要往上，啊，特别真诚神圣的。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，还是从左边走圆长，手下到一位手，五六七八呼吸，那呼吸的时候变成小的四位脚蹲，落手，开始走第一个动作了，才开始第一个舞蹈，第一个动作。这才是主题动作的第一个，前面都是影子，你要吸引到观众啊！前面都是在讲故事，在表达你的感情。八、一、三、四，小臂外侧带着深情的、真诚的。六、七，慢起。二、二、三、四，走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落下来。对，提对几点？提对八点，身体往回包，尾巴骨藏起来，再往下走，可以吗？如果说慢数的话是四个八拍，我就开始慢数啊，七、八，看着上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走，五、六、七，情绪不要断，刚坐下就走了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到位，八撤脚，右脚，右脚往回撤，四位脚蹲，八四抖肩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慢下，六收左手，七。胳膊肘架圆了啊，架起来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回头留在观众，慢慢留在观众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今天把那个唱歌部分再教一点点啊。好，落下来以后，我们就开始唱歌部分了。末日格勒河，末日格勒河，哟，末日格勒河。所以说，你的手要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右脚要出去，上至几点？二点的远方。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对了，那第一步要怎么样？回首先走脚，再送胯，再推肋，再给哪里？胸腰往前走，千万不要你们情绪到了以后，你看，噔哒噔，着急忙慌的去赶，不要赶，一定是先走脚，再送胯，再推肋，再给胸腰送出去啊。
然后脚在这个位置上以后，脚掌贴着地面去走啊，一定走拖步，脚掌贴着地面走。手现在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，形成一个圆弧状，身体走一个横运，身体走横运啊，六七走，一啊送出去。看我一的时候视线在哪里啊？在上，一二眼随手动送出去。然后在走的时候，切记强调的是我们左手一定是贴牢我的髋关节，然后大腿两侧抹着抹着抹着，慢慢往长延伸去，延展出去，形成一个圆。再来一次啊，七。八一二，往远勾出去，这条河要延绵不断的后背挺拔。三四的时候，看我们刚刚不是说了收右脚，那脚是一前一后的去力，对不对？好，手经过一个回身回手，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后。那发现没？我的左手是手背朝上的，右手要怎么样啊？右手要手心朝上，进行一个拧起。对，往上往远的同时，回手要拧和请。对了啊，我们蒙古族的三大动律，绕圆动律、拧请动律、横运动律，是我们蒙古族的三大动律啊，记清楚了。所以说加上我们的一些动律在里面，它的情绪和感觉就出来了。然后一二回身停，三，你看三四的时候身体先拧，再往前请，重复一遍，五六七的时候看贴着脚，你看五六先说脚往回转，身体七八，相当于是全脚转了一圈，看到没？五六快转，七八，脚掌贴着地面去进行一个转。现在是体对三点，眼看一点斜上方，然后手没怎么变。第一个一二，收手半脚尖立，三四，重复五六七，藏起来，把身体藏起来，七回住，左耳朵，左耳朵在左边，在左边，在左边，七八，再往下走。对，这儿我又加了一个自己的小缝，所以说又不一样了。然后刚刚我在讲一二三四的时候，其实你们没有发现我还做了一个小的细节，就是我们在做一二三四，发现没？我三四的尾巴，我的膝盖有一个什么往下沉，要不然你根本站不稳。一二，你看情绪，三四五六七八，明白了吧？一定加一个膝盖，加个呼吸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看三四这多干啊，你看落都不落，是不是？一定像三，哎，呼吸有一个往上，可以吧？然后再来一次啊。六五六七，马勒嘎勒吼，二三，肋骨带着拧，拧身体，拧的是哪里？右肋往回旋，三四大五六，大拇指闭回去，七八，对了，好，往下了，七刚好到位以后，你看七八大，我的髋关节要画一个平圆，看七八，对，对，最好看的点就在这儿，你看，如果说你没有那么。那个你不是蒙古族血统，或者你不是本民族的话，你就要加一点自己的风格或者蒙古族的风格在里边。你看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会觉得太干了，或者是你古典舞经常跳古典舞的，你突然要跳什么像什么的时候，你势必会要有一点自己的小处理，才能区别出来啊，他的蒙古舞哎味道还行。你看如果直接这样的话，你看是不是像古典舞啊，对吧？所以说你的髋关节要走一个什么平原，哎，带动着你的情绪看出去。那在我家门前流过，你看这个体态，我放慢啊，放慢32倍，踩左脚的同时右脚画脚平圆蹲。对，如果你不会画圆的话，你就想到你髋关节感觉像一个秤砣一样很沉很重，拖着走，拖着哪里啊？拖着右腿，哎呀太沉了都拿不动，这个脚千斤重，七哒哒一关脚就行了。右脚踩的时候要关脚，然后手七从前画手，胳膊肘要往下压，手掌掌根往下压，那七再握一啊，三四啊，慢慢往远看。然后这个钻头啊，千万不要做那个爵士舞的 wave， 不要做这个，一定是哪里胸腰直接往前看出去。然后这块的感觉是什么？就是我的理解啊，就是我们在蒙古包里边，大家知道蒙古包上面是尖的，下面是一个圆的。那我的理解是蒙古包的我们的门框，哎，不是特别高，大概在1米2、1米3的这个位置。哎呦，清晨起来我们在草原上逛过以后，我从门框里头探出头来看一看这条河，哦，它是从我家门前流过的。每天一出门就能看到母亲的河，就能喝水，是不一样的，就能对，就能洗衣服或者干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门框一定是在不高的位置，你要从前先要有个身体往前有一个擎，往前冲，再给胸腰，它一定是擎带动，以擎带动作，绝对不是在我是，你看这个就太性感了啊，太风格就突变了，一定是身体往下沉，感觉是门框在这个位置，出去出去出去，哦，在这里编舞所谓的顿气，就是你气息我要一拍沉到丹田。我家门前流过六，它一定是脚掌
传达到我的指尖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一定是，你看踩的同时给手，后背往后靠，挺拔端庄，五六七，一定要给出来。对，然后这块的体态啊，一定是眼睛不能停，看出去以后，五六七。再走，然后你的上肢体态一定是往上往远的同时，看看看，不要停不要停，后背直接往后靠，千万不要一二三四以后，你看直的往后靠了，我要走一个什么气息，走了一个上弧线，能理解吗？就是你上上上上凹回来，一定是走一个上弧线，但是不能太妖娆，一定是一个后背往后靠的过程，而且我说的后背是整个后背，不是光胸腰光脊椎，明白了啊？一二三四。后背给出来，到四位手，五六七到位，是不是还是四位脚？对吧？来，四到位以后，五六慢慢提至四位手，七往后靠，然后八大一给我做三个动作，脚走了一个左右看，对，随着我的身体的重心倾倒而随动，因为你现在情绪已经在后面了，在后面了，所以你的脚势必会不断的去加快，一次比一次大，什么意思？五六七八大，看出去。对了，我是不是出镜了？讲的有点快，我今天主要是想那什么，想给大家讲到我唱歌部分，唱歌，所以我讲的会快一点。清楚了，完享受其中，我就不说了。哒啦一，行礼礼节三四，慢慢的，真诚的六七八，慢慢起二二三往上五六七，沉下去。摩的歌的吼，这个音乐是弱起，什么意思？五六七，哒啦滴哒咚。他八的时候其实已经唱歌了，但是我们音乐是弱起，所以八的时候不做动作，只做呼吸。和的重拍是第一拍，摩勒格勒吼，和的时候第一拍，哎，一二，慢回您请，五六，旋着走，胯关节，三后背，喏，身体先往前，先蹲好，喏，用胸腰去贴膝盖去，二，看出去，三四，走一个上弧线，五六七，放松手，三二，看到五点的上方。可以吗？好，往下了啊，马上第一段最好听的部分就要到了，我讲的快一点，三二以后，三四的时候手慢慢的，这块的歌词应该是洁白的哈达，那三二三四，大臂不动，小臂慢慢的慢慢的贴了我右边的位置，右边肩膀的位置，三四有点难，不难吧？爱跳舞，讲的太快了，好的，我前面再讲一下吧，三二。好的，大家有学会了吗？有学会的扣一扣，扣一波一。没有学会的，我再讲一遍，我再讲一下吧，我再慢点讲一下。好，我再讲一下吧。有说快的，有说快的，肯定您是零基础，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蒙古舞，所以说可能稍稍觉得会快一点点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再放慢，没关系的。您再跟一下啊，再跟一下。来，我再讲一下啊，放慢32倍，从第二遍间奏开始，八七碎斗尖，八一。右手在前，左手回来，三四慢慢蹲下来，身体往上放，四真诚的后背，对了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，抬头，第二次比第一次要再大一点，四不要挡脸，走，随动原长，六七，其实准确的来说应该转到一半就要走了，五六七，摩勒格勒，八要往下沉，然后先走脚，走脚推胯送肋给胸腰，手往上，左手贴着裤缝之间，胳膊肘给弧度的往远往上，一二大步往中心踩，右脚回来，三您请，四左手手背朝上，右手后移位手，四蹲，五六回来，七，眼睛的视线，喏，左边耳朵藏在我左边大臂的位置，慢慢的看到一点，八大，感觉是什么？我说了，髋关节像盖了一个秤砣一样，右脚要300斤，八，蹲下来，关脚膝盖，右脚关脚，然后手不要太小，你们像小老鼠一样，对，大一点，胳膊肘，二四拍，三慢慢倒重心，左脚慢慢收回来一点点，站直膝盖，四走一个上弧线，胸腰，吐气，六经过四位手倒重心，七。然后走三步，八大一啊，这是三二，可以吗？教的什么舞？教的蒙古舞莫日格勒河。对，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谢谢，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可以了啊。好，往下吧，三，对，莫日格勒河，哇哇，太好了，看到你们都可以，我好开心啊。
看到你们都学会了，我真的好开心。你们要艾特我回回作业呀，我想看看你们跳的怎么样。你们每次都不艾特我，我也不知道你们跳的美不美。好，往下了啊。三二抬头以后，三四的时候大臂不动，小臂慢慢的起来，这是洁白的哈达，哈达要慢慢起来啊。要合音乐是吗？来，我们合一下音乐吧。那个莫瑞格勒合，那个你 QQ 音乐搜一下。大家要找音乐的，你们直接 QQ 音乐可以说吗？那个音乐软，慢慢音乐响就走了。看出去，妈妈回头，啊，音乐大点声。第二个，哒啦滴哒哒，第三声，咚哒滴哒，看，转，咚哒滴哒噔，八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大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大，三，二。对了，哎呀，这时间过得太快了。我感觉没上课呢就已经教完了，就已经要下课了。三二以后，像那洁白的，像那洁白的。三二三四的时候大臂不动，小臂慢慢的在右肩的位置。哈达六七，看至几点？八点的远方。对，我们蒙古也是有半脚尖立、半脚尖转的。然后我再讲一下，就是如果说我们有男学员在这里的，有没有男学员？如果有男学员的，看我像那洁白的哈达的时候，直接上右脚上一步就可以了，看到八点的位置。如果说是女学员的话，洁白的哈达直接就立脚转过来就行了啊。如果说男学员就不要立脚了，直接在这个位置上哒啦咚，看出去。七八，上步的位置在五点和四点之间，这样的话你转到这个角度是好看的。你看在这儿屁股就憋着了。对，如果说是男学员，就上至几点？五点四点之间看过去。女学员向哪？一二三四起手以后，五六七八，眼睛不要停，一直看着左肩斜上方，看至八点。对，到位，可以吗？再来一次啊！一二三。四五六，往后躺，七八打一啊。然后你在往后躺的同时，我眼睛的视线看上二，看出去了，三四五六，你看后背往后靠的时候，你眼睛视线慢慢要落下来一点点了，要不然的话你看观众都看到的是你哪，是不是啊？都看到你撑着脖子，缩着脖子，端着胯，背着肩去走了，一定是五六，慢慢的，哎，跟观众有个交流，有一个回应，对吧？然后往下，三二三，洁白的哈哈达六七八，对了。然后我再往下讲一个八拍吧，我再往下讲一个八拍，坑死个人。不会的，就是没学会的，下去再慢慢的去那个啥。我再往下讲一个八拍，哒啦，一个慢的软手，几位脚？三位脚，在三位脚的基础上去走。你看，像不倒翁一样，喏，我身体整个和脚尖是成一条什么直线、斜线去走。然后我再走三位的时候，切记不要给胯，一定是什么气哒啦，扔给后背。后背和后脑勺往后去挺拔，哒啦，左边往后靠。然后这条河呢，不要看自己的脚下，要看远方，哒啦，往远，一个慢的软手，二三哒四，对了。然后一二的时候把这一小段讲完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可以了。我先那个预习吧，我下周日的时候给大家
仔细的再讲一下这个软手。那我们蒙古族的软手要经过大臂、小臂、手腕、手指、手背延展到哪里，它一定是跟胳膊肘要有一个相呼应的。千万大家做软手的时候，我发现好多人做软手都是在做软手，真的是做软手。你们好厉害，就光动个手。你想这样的话，你像不像抓鸡蛋？像不像甩衣服？对吧？在河边洗衣服，啪啪啪啪。对，我今天我重庆线下课的学员就是在洗衣服，在洗衣服。我说了半天才好一点，一定是哪里指根带着掌根延展，一节一节的延展到头，千万不能光甩手。软手的基础一定是根据你的胳膊肘也要去律动啊！你胳膊肘都不动，你手腕怎么能走上下呀？我们手没有像那么软，能折到90度、180的这个位置，所以你只能根据你胳膊肘去随动软手。这个下节课我仔细讲细节，我们留一个悬念，留一个东西在啊。好，来吧，我们合一下音乐，我们合一下音乐。我今天头有点痛，感冒了，但是情绪还是在的。对大家的热情还是在的啊，这回声音可不可以帮我放大一点？最大了，你们凑合听啊，一会儿我把麦去掉，放一下。我这回不说话，你们听一下音乐。音乐一响就走啦。慢慢回头，回头转身，享受到，理解，慢慢起。上，沉重的流过，慢，洁白的，眼睛不要停。好，